欢迎您，老师久仰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没想到袅袅婷婷走上一位女士了，后面这是龙袍和甲胄，刚才那画可是当年乾隆爷御兵的时候的像，这跟那个画还是有着几分相像的，还挺厚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11。啊，因为16条龙，而且是金线各司，前面2块是银片。所以我估计呢，它有一定分量，住房，哎，嗯，而且呢，上面多一红颜色的蝙蝠，寿山福海，鸿福齐天，所以像这样的品味，这样的图案，真是非乾隆。这件东西可以说国宝级的，香港苏富比也曾经拍卖过一件黑地各司的甲胄。拍卖成交价1500多万，那么你这件东西我看肯定超过它。嗯，在座的朋友里没有一种穿越之感吗？这是200多年前呢，啊，乾隆爷穿过的。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。